你好吗？我很好，你好吗？我也很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潘林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好好，你几岁了？我九岁，你几岁？我 十岁，你哪年级？我四年级，你是哪年级？我也是四年级，你喜欢干什么？我喜欢打网球，你喜欢干什么？我喜欢跳芭蕾，你从哪国来的？我从中国和美国来的，你从哪国来的？我也是中国和美国。再见。